非常荣幸能够来主持聂书静的个人音乐会，希望能和大家共同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，一起来领略音乐的魅力。这时间啊，过得可真是快哈，四年这么一眨眼就不见了。毕业呢，难免带着一份伤感，但是今晚让我们放下伤感，尽情地享受这么一个美妙的夜晚。通过学校学院的领导关心，通过我们四年专业老师的悉心指导，再加上聂书静的不懈努力，今天站在舞台上的他已经褪去了青涩和稚气。那这一次音乐会呢，我相信也会是聂书静一个全新的出发点，他的音乐道路将从这里开始。今天将送给大家的第一首歌啊，叫做《香谣》。香谣选自中国现代民族歌剧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。这个歌剧呢，是为了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，也就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而作。它的音乐呢，是以我国河北地区的曲艺、戏曲、民歌为主要素材，歌曲委婉动听，令人回味。下面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聂书静带来今天的第一首歌曲《香谣》，有请。深受人们喜爱的经典之作，这首歌呢采用了抒情和激情相结合的笔调，将优美动人的旋律与质朴真挚的歌词巧妙地结合在一起，表达了人们对伟大祖国的忠心依恋和真诚歌颂。下面让我们再次有请聂书静为大家带来歌曲《我和我的祖国》，有请。
谢谢谢聂书记。不管是外国的歌剧还是中国本土的戏曲啊，这爱情永远是一个被称颂的话题。国外有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故事，咱中国啊也有梁山伯和祝英台的传说。其实啊，还有一个传说是被大家津津乐道的，那就是后羿和嫦娥的故事。那下面这首歌《奔月》呢，说的就是这个传说，表达的是对美好生活团圆以及渴望幸福生活的情感写照，请欣赏。Thank you.
在演唱的完三首歌曲之后呢，先下去休息一下哈。其实呢，今天来了很多重要的来宾，其中有一位啊，是我们现在需要特别请上来的，那就是书静四年的恩师张礼仁教授，有请。按照惯例的话，我应该晚一点出来，对不出来。但是今天我要说明一个事儿，就是那个列书静，实际上他那个马上就要面临那个毕业了。我听说他工作已经找到了，就是那个准备那个音乐会，他可能已经将近两个月的时间，但是就是在前四天以前，忽然重感冒，而且那个什么那个女同志的那个特殊情况，啊，他又推迟了，本来算好了在前面几天他推迟了，那么刚好就遇见了重感冒特殊情况，那么就是说那个聂书静他，我就说算了吧，就延后，或者就或者就啊不唱了吧，啊他还是要一定要坚持。那么我就说他现在这种状况的话，可能只有平时的可能三分之一或者一半的那种。所以说对现在啊，就是那个反正我们今天来的那些朋友啊，那些哈、啊，还是充分的那个衷心的感谢你们，希望给那个聂书静一些鼓励，其实唱歌的人还是很不容易的，就刚才那首歌已经到嗨低了，那么他其实进来进校的时候，他的那个程度很浅的，啊，进校的时候可能就十八岁左右，啊，进来过后他本来是学舞蹈的，啊，学以前高中的时候。特别热爱舞蹈，啊，听见我的另外两个学生张爽啊、梁斌唱啊，经常急得哭，啊，就怎么唱不好，但呢，最后这两年的时间进步特别大，而且特别是音乐会这两个月进步特别大，啊，我的另外一些学生就感觉说怎么变了样了完全，那么我就在这说的就是他有这种坚持的性格，我们很多演员都是这样的，啊，你算好了时间什么，你会感冒。会感冒，会有特殊情况，特殊情况一来，你会睡不着觉，因为要跑到演出啊，对吧？那么我倘若你们下面有他的那个什么，他工作的单位的领导的话，我觉得那个叶书静这个人呢、啊，他有当领导的潜质，好好的培养一下，啊，谢谢，谢谢赵老师，谢谢。